我仍记得那个人，我现在似乎已经全然放下，又好像完全没有。当初我爱你，也许就连现在我也一直爱你，但一切都太迟了，一开始就迟了。 太阳与和你，我对你的思念都写进纸和笔。今夜你在我的梦里出现，黄色包装薯片和你。 看到川仔去哪儿了吗？不知道跑哪里去玩了。来吃月饼喽！哎，月饼来了，月饼来了！哎，月饼呢？月饼呢？来，你的，你的，这是你的。耶！我要蛋黄蟹的。还是来五仁的吧，虽然没有月饼，但有你们就足够了。哦，谁说的？ 2000 years later.
抖音。